孩子是一名唐氏儿童，医院有疏忽吗？他扫描的时候没有看到有问题，那么那就是他的错。至少前面的证据可疑的地方，他的 case 才会巧。在商场喂母乳啦，是不是违法的？他的战场不应该是法庭，而是舆论。可是非常不公平哦，妈妈不应该出来做工嘛，你应该在家带孩子嘛，这种看法大家应该要改变过来了。告诉你咯，星期日晚9:30，浏览我们的网站了解详情。